我是银河少年队的张家元。我想问一下，来创造营，你们最想要的是哪个位置？我觉得第七名挺适合我的，因为照往年的例子来说，第七名都姓张嘛。我正好赶巧上，我也姓张了。贝斯准备。我从露营的第一天开始，我的梦想就是第七名。我对我自己有严格的要求，就要这个第七名，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。恭喜你第七名！呀、yeah! oh! ，真的是第七。原来呀，我是个乐手，然后我在舞台上我就不动弹，我就动脑袋动手。现在我发现我一点点就喜欢上跳舞了。我自己确实不是什么舞蹈能力者，但我享受每天就是叫大家拉练呢，哪里不会扣哪里。我觉得就是必须我们都相信彼此，信任彼此，来呗。3、2、1，翻。别人可能比咱们跳得好，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有咱们这几天进步的多。不拼尽全力了，就是我们这回真的是要了老命了。张真源，喜欢你纯拽的样子。家园，第十名，恭喜你。哦，我说我上回说是在第七，我不是让你们就一定要给我撑到第七，你懂吗？就是你要拿捏不好那个度，你知道不？你就往前使劲撑，一到六我都是可以接受的，真的。完了之后吧，第七，最好下次能回去吧。我会继续努力，然后不会辜负创始人对我的希望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对，咱俩炸起来。其实说实话，对我这种基本功，就三天学这首舞真的挺难的，而且还要做到那种上台的级别，就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。紧张紧张，似风笑一水寒，我第七笔墨之下丧失壮志的目光，好比我一生奋力他永不完。祝贺你成功进入总决赛，你在第三阶段最后排名为11名。虽然说卡了个边，但是我在那个成团位置里，感谢我的创始人们。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让我成长的地方，我觉得可以说来创造营我可能是不是跳舞啊唱歌啊那个最好的那个，也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那个进步最大的。我觉得大家一开始一直都把我当成一个喜剧人了，就其实我是想利用我的汗水堆成山，一样爬上顶峰。我希望在总决赛的舞台里我可以就是顺利的成团吧，希望大家以后能继续支持我，去感谢我的创始人们，谢谢。有种不用语言不懂心意的默契，宇宙没有伏笔，海里会有潮汐，让我在宇宙海里一点点的靠近你，水面浪眼刺激，脚步掀起涟漪，让我在时空的风。接下来我要宣布第八名，他从来不愿意待在舒适区，总是在挑战自己。他说创造营是免费的唱跳培训机构，来这儿是有明确的目标。这个名次虽然不是他最想要的，但依旧要恭喜第八名张家元。感谢我的创始人们一路陪我走到这里，然后其实我想最感谢的是我的老板阿基基巴龙总。我在17岁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想到我的下一年居然是在舞台上长大的，一股风把我吹到海南了，在这里也找到了我在舞台上最舒服的状态。我发现舞台像我家一样，无论怎么样我在舞台上我待着我舒服。然后我也感谢创始人们能给我这次机会，能让我一直在舞台上发光发亮。我张家元说好不哭了，然后今天没哭，今天
我知道我自己有一些不足，我会继续努力鞭策自己。张家园，请踏上你的成团之路，走上你的成团位，祝贺家园！